是甄莹，在我旁边的是简怡松主厨，主厨你好。Hello， 我是好食慢慢主厨简怡松。欢迎今天大家收看《小模仿绝炸双骄》。我们的这个黄金美式炸鸡粉，还有炸鸡专用腌制粉新品线上首播的发表会，我想大家跟我一样非常的兴奋，很期待哦。但是呢，在我们的新品正式要介绍给大家认识之前呢，很重要的事情先提醒现在正在看我们的这个首播的朋友们，因为呢，我们有准备了礼物。这一次呢，请大家哦要记得锁定我们的这个首播，因为我们的小编会不定时的在我们的首播贴文下方会来进行 Live Point 的抽奖活动。那在我们的这个首播结束之前，还会有加码的好礼哦。接下来师傅很重要的，今天呢我们要来正式介绍小模仿的绝炸双骄黄金美式炸鸡粉，还有我们的炸鸡专用腌制粉。因为这个炸鸡哦，其实在目前我们的餐饮讨论话题或者是热度上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主厨您在餐饮界很多年了，对不对？对于这个炸鸡这个话题是不是也非常的深有同感？最近的热度很高，而且很多的店是不断不断的开，从传统的咸酥鸡摊一直到美式连锁炸鸡店都是。因为现在炸鸡店就是对外皮的酥脆，还有比如延伸到了比如说像我们后续的调味料啊、蘸酱啊，都越来越讲究了。所以这一次我们针对这一些来做不同的研发跟调整，因应市场的需求。所以这次我们是特别邀请到了国际连锁炸鸡知名品牌的研发团队呢，跟我们一起合作，花了一年的时间，终于研发出来了我们的新品，也就是黄金美式炸鸡粉，还有搭配使用哦。我们这次有推出了炸鸡专用腌制粉，两者一起呢，就可以呈现素腌保水、卡滋爽脆这样非常完美的口感。然后看来小模仿这一次真的很用心，那我拿到产品的时候也真的跟以往很大的不一样，真的是简单再简单，而且可以做出很好的商品。我们的师傅应该有讲到很多业者的心声，我们就是要简单简单再简单，但是这个口感是非常的不简单。等一下我们就要请师傅来做示范咯。好，耶、yeah, 接下来很兴奋，因为我们呢要邀请到简主厨来为我们亲自操作。今天我们要做的第一道的炸鸡料理呢，就是经典的美式炸鸡。其实这一次的炸鸡专用腌制粉也是特别针对我们的温体肉来做设计，对不对？因为在搭配上，对，就是温体肉跟炸鸡粉有特别去设计过，所以 match 的口感啊还有保水度会更加提升一点。我今天用的是鸡腿排，它这个鸡腿啊，我是挑最大的，所以它肉比较厚。那我们来那个腌制。好，因为我还蛮喜欢这一次的调配，因为很简单，它真的就是粉，那跟水。那我来带一下，就是它的比例。我这里我们正常的就是100克比4克的粉，然后8克的水。那我今天就是照比例，我这边是530公克，所以我刚有称好了。我们就要把粉这样倒进去，所以也直接倒进来。那你等一下看我在搅拌的过程，对不对？不会结块，然后很容易就溶解了。正常来讲，我们从腌制时间要比较久，就是你要腌到24个小时的话，那我们就是100克的肉，然后配3.5克的粉，8克的水，让时间可以放久一点。那如果有些人会说，哎，师傅，我想要加速它，赶快入味，我生意卖太好了，怎么办？来不及呀、啊！来不及，那我们只好是，就是用马杀鸡的方式。马杀鸡，帮他做 SPA 按摩。对，帮他做 SPA 按摩。那通常我们就是你一直把它翻动，然后就像我这样子一直翻动，然后有点像中餐打水的效果，然后它吸收效率也会比较快，大概15到20分钟就可以了。然后把水倒掉，冰冷藏。
然后就可以开始使用了。OK， 哇，这对于我们的那个老板来说真的是很方便了，因为有时候真的是客人一窝蜂突然订单一直来，然后来不及备货，来不及就可以用我们的腌制粉缩短时间，而且它还是会有保水，而且是非常的入味。OK， 那我们的腿排已经在腌制了，对不对？那主厨下一个步骤嘞？下一个步骤，我们要来用这个黄金美式炸鸡粉来做那个粉浆跟干粉的那个调配。好 ，OK。这边是200克比400克，1:2的比一，一粉二水。一粉二水。对，一粉二水。那我有200克的粉配400克的水，然后你可以看我这样搅拌的时候，对不对？基本上它不太会结颗粒，你就一直搅拌，它就会松开。不会像我们一般的面粉啊还要过筛然后结颗粒，它的分子已经非常细了，所以可以省去很多我们还要在前置的一些动作，然后也可以看得出来小模仿的这一支产品就是我们的黄金美式炸鸡粉，它的粉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细致。拌匀之后就是我们就可以准备来那个上浆然后裹粉。为什么要倒掉它的汁？比较不会有那么多液体进到粉浆里面，然后那个粉浆会因为你的液体而去稀释掉。你不用很刻意的说一定要把它沥干，或者就是很正常的像我这样子把它拿起来然后放进去。那我们来补一点粉。我刚刚就讲了嘛，我是200克的粉配400克的水，如果这一包1公斤的话，我算过大概可以炸15只，然后15只的鸡腿的量，但是我的鸡腿是最大只的哦，所以你的赛只再小一点，甚至可以到20只。OK， 那我们接下来来操作就是粉啊，我们就是轻压，就把粉稍微均匀的撒在上头，再稍微的压一下，对，轻压，让粉让那个粉浆都有去沾裹到干粉。师傅不能太大力，对不对？很大力的话，你会把那个粉浆剥落掉。那这时候因为表面的干粉比较多，所以我们轻拍，然后制造鳞片感。所以这个动作是关键哎，要有那个美式炸鸡的鳞片感的话，就是要这样轻轻的拍一下。对，轻轻的拍一下。这时候啊，我们要准备下到油锅，就很简单，真的是轻轻放下去就好了。我们的温度大概抓在175度上下。像我这个鸡腿排比较厚，所以我会炸13分钟左右。像鸡翅的话，大概炸6到8分钟。可以看到的是，我们都没有去翻动它，很自然的鳞片感就出来了。像你看，可以看到我在油炸的过程，对，其实这个粉特性调得很好的是。第一个，它成分很单纯，它是用中筋面粉，然后它分子也够细，是所以比如说我在炸的时候不会有过多的粉粒粉尘暴露在外面，所以油脂相对油脂的稳定度劣化程度都有很大的帮助。对，这是一个重点，因为常常就是我们去买那个炸鸡，然后看到那个油锅里面的油，然后都会倒退一下，但是我们的小模仿这一支的黄金美式炸鸡粉，它炸出来就是那个油的颜色还是金黄色的，对，所以这对于业者来说，就是掌握成本也是很有帮助的一件事情。对啊，主厨太香了。好，那看到我们这边的炸鸡，对不对？我们炸鸡炸到这样子金黄的色泽，然后鸡腿浮起来，对不对？13分钟到就可以夹起来了。OK， 那一个看我夹起来，我们让它沥油。沥油一下下这样。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炸鸡的表面，我刚从油锅夹起来，对，可以看到，比如说表面上它的油脂吸附率很低，对，就是不会看起来亮亮的，然后颜色也很漂亮，然后我们没有过多的多余的技巧，就是鳞片的效果，还有那个酥脆感，看起来就很厉害。这就是美式经典炸鸡，就是这个样子。对，哇，猪猪。热腾腾刚炸出来的我们的这个经典美式炸鸡，然后大家你看看这个鳞片感就是美式炸鸡的样子啊。对，有没有闻到很香的香味？然后我们配上这小模仿的这个泰式甜辣酱啊，这个真的好吃，比市面上的都还好吃。就是从油锅起来放到这里，对不对？它的油脂吸附率很低，我们没有整张纸都是油亮的，对，就是只有一
算是一点点，而且我们是没有立很久哦，我们是立一下下就马上过来了。我们的这个餐巾纸的部分，那刚才我们的这个主厨在炸的过程当中也有提到，我们这一次的黄金美式炸鸡粉呢，很大的这个特色跟优点就是我们的这个吸油的程度上头真的是相对来说很低很低，因为呢我们真金不怕火炼，我们做过试验哦，来看一下，简单的快速看一下这个表，其实市面上有很多的这样子的一个品牌，对不对？好，但是呢我们做过试验之后，你知道我们小模仿是用吸油面纸哦，我们超狂，我们用专门吸油的吸油面纸来测试，我们大概六张可以把表面这个油给吸附掉，效果就在这里，就是这不用去形容。对，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来品尝了？来哦，我们来试吃一下，听看看这个酥脆的声音，简适合你的大小。没关系，我很狂野的，吃美式炸鸡就是要霸气。哎，其实它轻轻一拿，那个皮真的是很酥脆耶。先闻看它的味道，哎，它的味道，我觉得就是怎么讲，很纯净，很干净，不像有些你就是炸完那个油味会很重，我超怕那种油耗味超重的。好了，我帮大家吃喽。嗯，吃饼干的感觉。它比饼干好吃，虽然我吃的是皮的部分，可是我还是可以感觉到，感受得到它那个肉的那个肉汁的部分，它是锁在我们的皮里面呢。我有前面有讲说腌制粉的保水效果，嗯，真的很厉害，嗯，然后再来就是粉浆啊，炸起来的酥脆跟肉是结合起来，嗯，我以我的经验来讲，真的是完美。它的那个鳞片感，就是你吃下去你会有感觉，它是有层次的。而且，主厨他，你有加辣吗？我觉得它有一点点、一点点那种微微辣，然后刺激到我们的那种味蕾的感觉。有，就是我在我们的调配里面，对不对？就是有带一点点辣，这辣不影响你的调味。就是像我们有时候后面会有再追加，比如说一些调味粉啊、蘸酱，这只是加分的作用。那我特别介绍一下，就是1:2。一粉二水的黄金比例，就是我们通常在炸的时候最怕最怕就是肉跟皮中间裹上粉浆，嗯，那我们看到就是肉跟皮中间几乎是开的，几乎是没有多余的粉浆残留在里面，对，所以这个比例是很棒的。但是我觉得它很神奇，就是虽然像我们的主厨讲它是开的，可是你在吃下去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它是两个分开的东西，对，对不对？所以啊，我们的小模仿这次的新品，我们的绝炸双椒，对于如果你是想要创业卖炸鸡，甚至是我们的日本料理店，还有呢我们的美式餐酒馆，真的一定一定记得要指明我们的小模仿绝炸双椒，很简单又好用。对对对，所以呢，就请大家呢一定要好好的关注我们哦。那听说我们还有一个很厉害的特性，主厨，你有叫过外送吗？有啊。对，就是外送是不是最怕送过来的时候口感跟店里不一样？送来就是软趴趴的，然后没有香气。对对，可是我对我们这一支产品很有信心，就是它的酥脆的口感啊，真的是耐久度。然后我们等一下放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再来测试一下它的酥脆口感是怎样。OK， 主厨提出挑战喽。来，我们的小模仿不怕挑战，等一下30分之后，我们再来吃吃看喽，它的口感是不是一样的酥脆爽口 ？OK，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邀请简主厨继续来帮我们示范下一道的料理。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道料理叫什么？咸酥豆瓣鸡丁。我这一道是那个我用了豆瓣酱，是来赋予就是鸡丁一个灵魂的风味。我们一样简单的比例，就是鸡丁，然后还有鸡皮，这边是腌制粉也是加进来，是，然后水加进来，最大的不同是这里有豆瓣酱，我们很简单的就是把它拌在一起就可以，一样也是拌匀就可以了，对，拌匀拌匀，然后腌制4小时。主厨在那个搅拌的过程当中，它是不断会有我们那个
腌制粉它很独特的一种香味，会一直飘出来。OK， 那我们在搅拌的同时，我想问一下我们的主厨，那我们要如何应用这个风味腌制调料呢？这一次我把那个鸡肉腌制粉啊，当做一个基底的，这是基本的调配，然后我们可以配上不同的风味，比如说我今天用的豆瓣酱，你也可以加咖喱。变成是咖喱风味的豆瓣酱，然后也可以用香茅、迷迭香等等的去，不要混杂，就是单一样，就是付给它不同的外衣跟灵魂这样子。这一次水不倒掉，水不倒掉哦，我们为什么？我要留住它原本的水分，然后来沾我们的炸粉，然后让它受潮久一点，有一个自然形成的外衣，就把粉直接让它沾均匀，然后让它自然的受潮，我们再来做炸的部分。那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刚才的那个美式经典的炸鸡，我们是还需要做一个粉浆的部分。那为什么我们这次在炸鸡丁跟鸡皮的部分就不用？这次的诉求是我要做一个升级版的咸猪鸡。那我们不像一般的咸猪鸡摊，就有一些就是沾裹地瓜粉嘛。那我们做不同的区隔，然后也强调出我们这次炸粉的优点。这次炸粉就是你让它受潮有一个面衣的时候，它炸起来是酥脆的，然后香气跟地瓜粉有不同的差异点，就是口感上还有我们的这个味道上头呢，就像刚才我们的简主厨讲的是咸酥鸡 2.0 哦，升级版。好，主厨，那刚才我们已经把鸡丁还有鸡皮的部分呢都已经裹上粉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炸它了，我们就要来炸了。大概受潮大概两三分钟，让它沾裹到均匀，都沾裹到那个炸粉之后，我们就可以下到油锅里面来。那我们在油的温度上头，这次要控制在几度？我们一样175度就好了。175度，跟我们刚才炸美式经典炸鸡的温度是一样的。对，是一样的。那时间上呢？时间上的话，因为它这个肉比较小，我们大概是3分钟就可以了。3分钟，鸡丁跟鸡皮都是3分钟。对，所以我先下鸡丁，那鸡皮大概炸久一点，它会比较酥脆，会卡滋卡滋的，那个、口感才是对的，对不对？对，有些鸡皮吃起来就是软软的。然后可以看到，因为我们沾裹的外衣啊很均匀，所以它不会直接炸到那个鸡肉的表面，所以就不会黑黑的，而且会呈现一个橘色的颜色，很好看。那闻闻看，闻得到吗？啊，其实看得到我在夹起来的肉嘛，就是颜色很均匀，然后再上色程度啊，就是会橘红色的。对，3分钟，那等比如说鸡丁浮起来，我们四季豆下去10秒就好了哦，九层塔下去更喷哦，因为它们都是有水分的。对，哇，就是这个声音，就是这个声音跟味道，就是这个声音。好，我们让它沥油，然后我把蒜头，对不对，加在这里，然后配上我们的那个香辣椒盐粉，好香啊！这是咸猪鸡的咸猪鸡摊的味道。我现在就可以试吃了吗？那我就不客气了哦，毕竟我也是等待蛮久的。去感受一下豆瓣酱是不是真的有那个灵魂在。好，主厨，那我就从鸡皮开始。好，因为我刚才看鸡皮看很久了。这是我这辈子不夸张吃到最好吃的鸡皮，真的。我每次对鸡皮都很期待，然后但是来的时候就是不是太硬，不然就是很软。然后那个蒜头，还有灵魂这一罐 ，OK， 大家一定要记得，太好吃了。再给我们有那个看我们首播的朋友，让他们流一下口水，好吗？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邀请我们的简主厨呢，来帮我们从这个炸粉的延伸料理上头继续的下一道。这道料理叫什么名字？这一道叫做那个唐扬鸡翅。我们就前面有做两种不同炸粉上的运用，对，我想要再做不同的那个调整，让业者们有多一点做一种不同的搭配。鸡翅不好炸熟，所以我在鸡翅这里会划刀，然后也会让调味啊
比较容易渗透。那我们把那个食材都先食材都加进来。哦，这次我们一道式的就对了，對，把所有的食材全部都放进去，放进去，连同炸粉都放进去，连同炸粉一起。对，那就很简单的一样，因为我们的粉不会结颗粒，就把它拌一拌。然后这时候我戴手套来抓一抓。就是帮他马杀鸡一下这是因为我们就是加的东西比较多一点点，所以就是用手来做操作的话是比较好一点。对，因为水分的比例我没有增加，是因为它是我要直接包裹在鸡翅上面，要直接去炸的。 OK， 好，那我们这个一道式的粉浆已经裹上了我们的黄金鸡翅，因为它是豆腐乳。那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下去做油炸，对不对？对，我们油温啊，我一样用175度来炸，炸3分钟就可以了。尽量鸡翅不要放在一起。为什么？就因为粉浆下去是湿的，很容易粘在一起。那主厨，因为我们刚才有介绍三道式跟一道式嘛，好，那如果说就是因为你也实验了很多次了，你自己有没有一些新的可以跟我们的老板们分享？一道式跟三道式的差别就是，那一个是有鳞片炸鸡，那一个像我家做的类似有点日式的唐扬炸鸡的做法，那我会取决于是课程不一样。课程不一样，因为年轻人就喜欢吃炸鸡，他喜欢吃酥脆的口感，可是你要叫长辈去吃那个，他会把皮都剥开，他只要吃里面的肉。对，重点是粉浆的品质真的很好，像我们这样从头开始炸，对不对？对，我今天都没有准备捞油网去捞浮渣，从头到尾都没有去准备这个东西，所以你可以看，这是我的第三次了，就是我的油都是干净的。那可以看到这里的是它的那个附着度，油的附着度，对不对？不会让你有时候炸起来，什么都油油的，对，然后看起来就是很干爽，对，就是消费者第一印象，哦，这个不油，这个皮真的很薄哎。对呀，啊，所以你有听到我在夹着是有。咔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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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那个声音是跟我们的前面的经典美式炸鸡声音不太一样。简主厨再告诉大家，我们这道料理叫做唐扬豆乳鸡，好香哦！耶，主厨，我发现呢，今天您为我们的这个观众所示范的三道料理呢，其实从这个腌制上头呢，也呈现了三种不同的风味，对不对？对。然后我想到了，主厨，我们刚才不是有那个夸下海口嘛，我们要做一个试验，就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绝炸双椒，我们的这个经典美式炸鸡，就算是你大概放了一段时间，30分钟左右，吃起来口感还是一样很酥脆，对不对？真的不夸张，超过30分钟，对，都还听得到声音，有哎，很清脆，对对。然后我把剪一小块，请主持人来试吃一下，好。就是它的肉质真的还是紧紧的锁在里面，哇，还是很有声音呢。那我想要试试看，就是我们沾酱的部分，你看看风，还是酥脆的，而且那个肉，它那个肉汁都没有跑掉，就是紧紧的包在里面。对，我也试吃一块，你也想吃哦。就还是一样，还是一样，而且冷掉不含油，真的调配得很好。对 ，OK， 所以就是真的可以达到呢，这一次我们希望呈现给大家，然后我们真的很用心，这样子的口感，素腌薄水，卡滋爽脆。好的，不知道呢，今天呢锁定我们这个新品首播的朋友们，我们要这个创业想要卖炸鸡或者是要延伸菜色的老板们，有没有学会了今天简主厨带来的这个示范的这个料理呢？那当然啊，如果说大家对于我们这个新品绝炸双椒有兴趣的话呢，要告诉大家这个超级好消息，因为我们的这个新品黄金美式炸鸡粉，还有我们的炸鸡专用腌制粉，在3月份的时候，全台的这个盘商通路都可以买得到了。3月份，那或者在今天我们的这个首播贴文下面呢，大家也可以点选2021小魔法新品上市的这个预购网址，来帮我们点选填写一下订购单。那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哦，请你要记得输入我们今天的限定码，我们的限定码听好了，抽 max
TOMAX0317 TOMAX0317 可以获得20点的 LINE POINT。但是呢，这种好康只有限量500组，所以请大家呢要手刀赶快来体验我们的新品。那最后呢，还有很重要，如果想知道我们更多绝炸双椒的炸鸡的秘方，你觉得今天简主厨的这个示范料理还看不够，意犹未尽的话，记得要加入我们的小魔法妙口小吃官方 LINE， 在上头就有更多的炸鸡秘方要来提供给大家咯。谢谢大家的收看，谢谢简主厨，谢谢你们，拜拜，快去手刀体验哦，拜拜。